結婚是人生的大事，但是當你發現一般的婚宴場所都欠缺新意的時候，今天我就帶大家去看一個別開生面的高級婚宴場所 Starship Sydney 啦。這隻價值1,000萬澳元的 Sydney Starship 在2007年第一次起航，船身高10米，分3層，設計時尚，全長有360度3米高的落地玻璃，賓客在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欣賞到悉尼港灣優美獨特的景緻。一對新人可以選擇在甲板上面舉行結婚儀式，在宏偉的悉尼橋和悉尼歌劇院的見證之下許下承諾，互託終身。婚禮亦都可以選擇在室內進行，二樓寬敞的宴會廳無論是進行儀式或者餐前酒會都是咁適合。四面的玻璃門可以隨時打開，賓客可以迎著海風邊傾邊飲，享受獨一無二的悉尼夜景。船上並設有設備齊全的 VIP 房，可以做新娘化妝間或者小朋友的遊戲室。主要宴會廳可以延開30席，完全沒有柱位遮擋，並有頂級影音設施，特大舞池，賓客可以盡興狂歡。為了配合華人的口味， Starship Sydney 還設有中式的酒席可以選擇。Starship 逢星期六免費開放，由 Event Weddings 的婚禮統籌師現場解答籌備婚禮的問題。 Event Weddings 為你創造完美無比的世紀婚宴。